海德集团和电商平台虾皮合作的虚拟购物中心正式上线，页面将列出 IMM 商场200多家商店的产品。通过这项计划，店家将会有更多的线上营销机会。联合领导越战越勇工作小组的国家发展部长李志升表示，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有所改变，越来越多人在网上购物，这项合作将能开拓新的线上线下运营模式，协助零售商数码化，并将品牌推销到海外。